还有一首很新的作品，嗯 ，debut， 哎，这个也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传英语的作品 ，debut 就是，所以这首 debut 都属于这种啊。然后另外的就是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很难的，就是跟这个合作的伙伴有这个机会，就是江一心，对啊，都是因为一些工作的配合会认识他。但是在这个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聊天的时候都很舒服啊，然后大家都对音乐都很有感觉。当然他每一次跟我聊都喜欢聊关于 hip hop 啊，关于说唱的东西。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音乐家，慢慢就产生这个合作。其实我觉得最好最舒服最难的也是到最后效果可能会比较最好的，就是这种顺其自然的这种，也不是一见面就哎我们要合作啊，对，我叫我的经纪人跟你的经纪人谈啊，看什么时候，对，才，其实这种都有这种好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大家都是创作的，特别是如果我们说音乐的方面，你跟他交流舒服有默契的时候，其实这种音乐的合作很自然就会产生出来。Just I know it's true. Guess who's coming, guess who's coming. They wanna answer who? Guess who's coming, guess who's coming. You'll be wheezing when I'm through. Yeah, I'm a skinny legend. And this is my day.